大家好，我是本年度教务委员会本科生代表选举候选人，我是全科医学士三年级雷式文。我参选的原因主要是想就着两个问题去作出改变。第一个问题就是以往学生会处理的校政工作和同学脱轨，导致同学在校园事务的参与度不足。第二个问题就是学生代表之间以及同同学的沟通有所不足，并且缺乏协调，导致个别委员会的同学因为空间和时间所限而未能够推动同学去参与更加多的校园事务。嚟紧呢一年，我将会着重在对同学而言较切身的问题上面，透过一些大家都有目共睹并且亲身经历过的问题，嚟到同同学展示出校政其实同大家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另外，我希望藉住呢啲嘅议题去鼓励同学多啲关注校园嘅事务，并且就住自己关注嘅议题多啲去发声。就住第二个问题，我希望同教务委员会以及各个院务委员会嘅本科生代表建立一个紧密嘅沟通平台，互相之间传递有关校园事务最新嘅动向。有咗呢个平台之后，每当校园发生一啲大嘅事件嘅时候，我哋都可以动用更加多嘅人力同物力，为同学发声，并且推动同学的参与。大家好，我是今年度教务委员会本科生代表选举候选人，文学院三年级生吴家齐。我参选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我认为现在的学生欠缺在大学事务上面的对口单位。我过往在学生组织和大学事务委员会的经验令我知道，学生在大学事务上面的影响可以很大。同埋都有好多熱心嘅同學就會就住唔同嘅議題去發聲。一方面，我希望重建翻學生嘅網絡，保持佢哋喺大學事務上面嘅參與；另一方面，我希望主動去整合佢哋嘅意見，而向校方提出，令到大學嘅發展可以更加符合學生嘅需要。第二個原因就係有關於校園生活，疫情肆虐超過兩年，從教與學去到學生嘅校園生活體驗都有很大的影響。我希望可以用到本科生代表這個身份和不同的持份者聯絡，去提升教學的質素，和令到同學可以重拾一個屬於自己的校園生活。我希望大學的政策可以提高他們的透明度，令到學生可以適應之餘，亦都可以逐步地回復正常的校園生活。我希望我過往的經驗可以好好地去服務各位同學，令到他们来年的校园生活可以得到正面的影响。我在任期里面最想达到的竞选宣言是建立一个新平台，去跟校务委员会以及各个院务委员会的本科生代表去保持紧密的联系。正如刚刚所说，由于以往学生代表之间的沟通不足，导致很多时候校园发生重要议题的时候，我们都未能够推动到更加多的同学去参与这些校园事务。我哋喺參選嘅期間，已經同各個院務委員會嘅同學進行意見收集，而我哋當選之後，亦都會沿用翻呢啲平台，喺當大學發生重大議題嘅時候，第一時間知會大家，並且告知我哋服務嘅同學，推動佢哋參與呢啲嘅校園事務。我最想達成嘅一項競選宣言，就係為學生爭取足夠嘅學習空間，以解決而家校園入邊一直難求嘅問題。我相信这个都是很多同学面对到的问题。随着网上教学的推行，令到学习空间的需求也在增加。我希望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令到同学在学习上面有更少的难题需要去解决。至于实质的实践方法，我留意到现在校园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课室可以腾空出来去给学生去使用。我会直接向校方去提出腾空和善用这些这样的空间，令到去爭取有更多的空間俾同學去使用。我哋嘅政綱亦都提到會同唔同嘅學生代表去磋商，而呢個問題亦都可以同喺唔同嘅大學管治委員會入面嘅學生代表向校方提出，從而可以解決到同學嘅學習需要。又鑑於大學呢兩年都發生咗好多事，而黃同學同時要兼任埋校務委員會嘅本科生代表。我哋見到黃同學喺處理唔同議題嘅時候，都要揾大學相關嘅部門以及同學去進行討論同磋商，所以我哋想藉住呢個機會，多謝黃同學為同學付出過嘅努力。我哋喺嚟緊呢一年會繼續做好呢一方面嘅工作，並且設立一啲常設嘅溝通平台，等學生代表同同學溝通嘅時候，可以有更加有效率同埋有效。
對於如何收集同學嘅意見，我哋認為過往以一啲 Google Form 嘅形式去公開收集同學嘅意見成效並唔大，所以我哋更加希望主動咁去就住一啲特定嘅議題向同學去收集意見，甚至向唔同嘅持份者去作進行一啲嘅諮詢同埋討論。例如社堂宿生重修制度改革上面，我哋希望可以同唔同社堂嘅學生代表去會面，甚至一齊去撰寫一啲唔同嘅報告，令到佢哋可以喺同大學部門磋商嘅時候有更大嘅成果。另外，我哋都會同各院務委員會嘅本科生代表進行聯繫，喺收集佢哋嘅意見同時，我哋都會向佢哋提出我哋所關注嘅議題，令到佢哋都可以向唔同嘅同學去分享我哋想佢哋關注嘅議題。最後，我哋都希望就住一啲特定嘅校務議題去成立一啲工作小組，分擔收集意見嘅工作，咁樣令到更加多嘅同學嘅意見可以得到反映。我哋深信要帶嚟實質嘅改變，唔可以淨係依賴中央層級同埋學生代表，而係需要全體同學嘅參與。假如我哋有幸當選，我哋將會盡全力去兌現我哋嘅選舉承諾，希望大家可以喺嚟緊嘅選舉入邊支持我哋。多謝大家。